好，其实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哦。专家研判，很可能飞机在加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状况，但是没有办法刹车的情况之下，所以机长他面临不起飞就会冲出跑道的两难情况，最后只好勉强升空赌一把。有资深机师也曾经驾驶过 ATR 的机师说，失事班机很可能在跑道上加速之后机械就出问题了。不过因为超过必须起飞的决断速度，贸然停止会冲出跑道，他不得已只好起飞。虽然合格机师单靠一具发动机应该还可以续飞两个小时，不过飞机在1500尺就上不去，所以故障很可能在离地的时候就发生了。有些公司对螺旋桨飞机维修是能撑尽量撑，这可能是台湾航空公司的通病，现在应该要检讨。